们都是汉族老师教的，这个下面的小朋友，我发现他们汉语说的特别好，跟那些大的人啊，他们好像有的话还听不懂，小朋友基本上这个国语说的特别好。这里是这个刀郎故里啊，美食一条街，汉语都说的特别好。你们是这个卖东西呢是吧？是不是？你在哪个学校上学？在阿瓦提吗？县里吗？你是在那个乡里面上学是吧？你好像是在三小是吧？是在县城里啊。我看你们说汉语都说得特别好，你们是这个是老师是汉族老师吗？是。哦，他们都是汉族老师教的。这个下面的小朋友啊，我发现他们的汉语说得特别好，跟那些大的人啊，他们好像有的话还听不懂，小朋友基本上这个国语说得特别好。这里是这个刀郎故里啊，美食一条街。搞得有活动，也没有人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旁边都是美食摊子呀，偶尔啊也有几个人，都是一些老年人，也不买东西。啊，你好啊，你在吃馕啊？你都卖的是化妆品是不是？杀鸡，哎，这都多少钱？这干啥用的？杀鸡的吗？嗯，杀鸡。15块钱哦，这个。是这个东西15块钱是吧？啊，好喝呢是吧？好好的。哦，这几天生意好不好？好。生意好。他卖的都是些化妆品。那个好吃，身体好。哦，他说是吃了对身体好。这些小朋友说汉语特别好，就是说他们大人们有的说汉语还不太好。小朋友，你们要回家了吗？是不是要回家？哦，他们要去玩去了。好了，就不跟你们聊了啊，再见。在我卖东西的旁边啊，这儿有个凉皮店子，他们这个凉皮啊特别便宜，才5块钱一份。这是这家饭馆的小主人啊，我昨天跟他聊了好多好多关于他们学校有趣的故事。这个是你弟弟吗？对。啊，这是他弟弟。你吃的是不是你们家的冰淇淋啊？是。他们家的冰淇淋我也买过一个，非常便宜。他分了三种，这个是小的。大家猜猜才多少钱？1块钱呀！这个是2块的，这个大一点是3块钱。我在乌鲁木齐有的美食街啊，吃都是10块钱，这里的东西还是比较便宜的。他们家叫红柳家常饭，是一个小饭馆啊。这几天休息了，他就在这个店里啊，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家务，是不是？你们都上几年级？你上几年级？你是5年级，你呢？你们是在哪个学校啊？阿瓦提实验小学是吧？听说这个学校是最好的小学，是不是阿瓦提县？那好吧，那你们好好学习啊。好，你在吃桑葚吗？吃。好不好吃呀？好吃。哦，他在吃桑葚。这儿的桑葚，哎呀，我在这树底下，这桑葚也挺多的，真的可以吃的啊。太热也没啥人，我也坐在这树底下乘凉啊。这几天你看把我晒的，胡子也长长了，苍老好多啊。那好吧，这几天主要是拍的是阿瓦提的见闻，那这个视频我就拍到这里吧，希望大家点赞关注，萌萌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。